2012年4月28日，富山学社在中华富山园召开了一届一次理事会议，会议由副理事长兼书画院委员会主任薛俊明主持，标志着富山学社正式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高道大德、专家学者、理事会成员以及富士中心13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范世康社长所做的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学社内设置的6个专业负责人分别就各自的工作总算和重要活动发表了意见。外地来宾以及富士中心代表也就如何发挥学社作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学社顾问和名誉社长对学社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会上提出，富山学社要始终秉承富山先生道德自然、正本清源、回归本体的学术理念，大力弘扬富山先生以人为本、诸子平等、众生平等的人文精神。会后，徐和一道长和牛崇明道长分别就富山文化以及富山文化园的发展做了相关介绍。在今年的3月5号呢，正式成立了。这个富山学士复学了，它就是一个中国的道教文化道学。富山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不仅在道学、医学、书法、绘画等等乃至各个学科了。所以说呢，那么我说呢，这个富山呢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学道的人的楷模。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于社会，在这个道学里面来讲呢，富山他是化人入道，坐伴云与水，为灵虚于空了。富山先生走的时候呢，很多老百姓就说这个纪念富山，富山说呢，我会回来的，汾河穿城过。那么这个现在的汾河，太原市的这个汾河水已经是两岸建成了滨河东路、滨河西路，那么这里也建出了富山大庙了，那就是富山花园。我们2007年开始筹备建设这个富山的花园，到现在已经第一个5年过去了。在这5年当中，我们分别建了山门、戏楼，包括大殿，上天赋予我使命，我要有责任把它弄好、建设好，以富山文化为契机，打造道教文化。我们第二个5年计划正在展开，准备在后面再拓展一个以富山文化为昆仑文化。建造玉虚宫，谢谢哈。